连乡平原部落资源不足，又将破壁摕伫眠床的老人需要帮助。去年诚心企业也属好，号召各界发挥诚心捐赠爱心六组啊，互恁爱乡十六村的六十中奖。今年再度号召十一间的诚心企业，并且增加捐赠六组的数量，提供六十中奖一年份免费的六组啊，以及康复灯。观赏仪式在武改基督长老教会献歌的吟唱之下，留在进行。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十一个企业团体还有一个尤氏家族对我们这次仁爱乡的乡民这个透过这个偏乡传爱、步步相挺的一个方式对我们仁爱乡乡民的一个尿布以及这个护垫以及其他的对我们的乡民老人家重病重症患者。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的是代表我们仁爱乡乡民再一次的感谢。为了偏乡传爱精神，顶年诚心企业叶树豪发挥诚心，捐赠爱心六组啊，和仁爱乡十六村的弱势中者。今年号召十一间企业关怀仁爱乡的弱势中者。去年五月份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真的不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答应大家我们这个要继续做下去，那回去做就在我们进出口同业工会将帅班的第六届，然后我在那边我们自己班上发起那个大家的赞助，那很感谢我们很多的同学赞助，所以我们可以把仁爱乡他们所需要的尿布一年份把它准备起，那我也希望这个爱心能够持续做下去。顶年南投县议员林廷立有向诚心企业来提起偏乡的弱势中者的需求，想未到十一间诚心企业捐出一年份免费的六组啊，甲看护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只是口头上跟我们的企业主聊到我们地方上的需求，没想到时间过很快，连续两年他们的爱心都实质的送到我们的部落，让我们很多边缘户或者是需要帮忙的一些在卧病在床的一些族人们，都可以实际感受到他们的爱心。感谢哈，我们这一次将帅协宴，我们荣兴集团带着他的十一位同学哈，来捐助我们仁爱乡这些不管是尿布，不管是护布哈，那提供给这些弱势，给这种现在残之后在卧床的这些一年的需要的。我们谢谢他们，尤其他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一直持续的帮助我们仁爱乡。发起人叶树豪号召社会各界和仁爱乡弱势中者得到帮助，未来将延续这份爱心关怀仁爱乡需要帮助的人。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